今天又是帮粉丝认亲的一天。来看这个粉丝说的，我要是能用拳抽到打三星，赢了就喊在座的各位一声爸爸。那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这样的大善人今天又来帮粉丝认亲了，对吧？刚好传奇段位是前几天刚赛季结算啊，那我们就在新赛季里整一把，直接核弹起手，分割阵型。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打法，可以接下来弹幕和评论区里啊，点赞过2000，我们接着整下一期粉丝挑战。由于没有辅助兵种，我们只用永王来断边啊，之后装完下来他就会自己跟上。今天的盲王肯定就不是工具人了啊，今天可是主力，对吧？让他进中心，然后不断下骷髅法术拉扯伤害，闰土从这边进来啊，单走一路比较容易出事。哎，这工具人也太不经打了吧，开个大再给他一个金身啊，让他多扛一会。这纯抽炸无非就是四王打全部，那我们就来开把竞猜啊，你觉得有多少个王能活到最后呢？好，一瓶隐身就像女王闰土开个技能，那我们这把是不是就三星了呀？那这位小粉丝是不是要多很多亲戚了呀？老规矩啊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吱个声，等这位小粉丝过来认亲啊。要是他没来呢，明天我就在这里评论里艾特他。 OK， 那么我是可以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们的关注支持一下呀，明天很快就来。